彰化縣政府為了提升銀髮飲食保健觀念，提倡社區共餐服務，委託豐德老人福利基金會辦理20場樂齡接護時宣導活動。25號早起在鹿港洋厝社區舉辦第5場的活動，縣長吳明國也特別出席參與。在介紹菜色了後，長輩手捧著菜來進行一段送菜秀。为了照顾长辈健康，管护是积极来推动乐龄健护时的观念，透过饮食的调整以及吸收均衡的营养，让长辈活到健康到长退休。啊，这介好食，这个观念是县政府去日本吼考察啊，甲学倒来。最主要就是讲咱有这个厨师吼，来煮这个适合老大人无同款的这个身体的状况的这四种菜。吼、哦，第一就是讲伊饭包的类，啊，一种就是伊饭包袂类用糜的，吼、哦，啊是讲伊这个食材，伊会当配合这个老大人的身体健康。那如果讲伊消化较不良的，阮会甲这个食材吼、哦、加那个糜较高嘞，吼、哦，啊嘛会当安尼做较嫩嘞，吼、哦，啊营养拢总有够，只不过是讲甲甜的物件变成嫩的，啊嫩的佫无啥包，甲变成软的。哦，啊，予老大人会当家己主动来食，吼、哦，莫家己饲，伊主动食。啊，食的时阵最主就是讲要予老大人家己振动起来，啊嘛，予伊家己感觉食到物件，有伊这种物件原来的这个味，的这个味道安尼吼。所以这是真正啊，现代化啊，适合每一种身体状况老大人的这个食材，吼、哦、啊，希望咱这老大人会当家己来食饭，吼、哦、啊，训练伊的骹手。会当延缓伊的老化，延缓伊的失能，延缓伊的这个失智，这是健护时最主要、最主要的这个目的哈。在去年乐龄健护时间是计划取得热烈回响，为了延续推广，今年扩大办理20场次，和更加多社区做伙来参与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，鹿港采访报道。